Hello，今天又来工地了，雷雨啊！还好板子已经盖上去了，板子盖上去了，刚才雷雨蛮大的，几点开始下？哎呀，然后好啦，不讲这么多了，来看一下我的今天便当。今天便当的菜色，哎呀，累哦，昨天真的很累啊，昨天从一家摔下来，还好有抓住。OK， 哇，今天怎么炸成这样子？黑黑的猪排，今天的猪排是有点比较深色的，哎呀，应该不错吃吧？它好像是有卤过再炸的哈，哎呀，跟这之前都不一样啊，一样是买无锯的。然后下午忘了有两个新型杆要做给了陶醉的，你们看到这个，人家陶醉要进场了，然后昨天赶给人家，还有昨天天气很热。不错，今天天气跟他差，昨天差18000里，18000里，真的差很多。哎呀 ，OK， 好了，把它盖起来，不然等一下凉掉了。然后我拍的银城黄那个什么阵头，那应该大家应该有看啦、啊、OK 啦，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看那个，我也没有主动分享，大家有去看啦、啊。哎呀，好啦，那。我下午就赶快把这个工作做一做啦，因为毕竟下雨天了，明天陶醉也是要来了，陶醉也要来做，他今天先让给我做 ，OK， 我下午要拼一下了。你看到一堆沙，人家沙过来了，这些东西过来了 ，OK， 你看我要把这个东西，小东西先把它那个焊接好 ，OK， 虽然下雨了，可是里面没有会淋雨的 ，OK， 好了，那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那喜欢的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就再见，我要用餐了哦，拜拜。